厉害、欸，这第42级啊！哎、欸，他这五级线上啊！我等下讲。42级啊，含这任务拢还袂解。这一定爱。干，就离谱！来看一下，含照相机拢还袂亮。来看一下，迄只蜜蜂有偌白痴啊！我懂。伊这就求一个动画啊。哦。应该无几个人升到42级，搁里只咧负责。蜜蜂有。哎呦！啊，宕机啊！好。哎、欸，无呢？当然嘞。你看你这任务，拢是40级的人的任务啦。啊，你到时你就不惨的，因为你的 JOB 拢无进嘞。哦。爱心者有一个迄落，爱家迄落。然后这个有一个迄落，爱家领迄落，领取迄落。呀！来遮迄落，即一看知影无用心咧耍。我有用心迄落就好啊。啊！你20级就有抗击的迄落啊嘛？可能吧。然后啊，来遮迄落。拜访迄个，无我先看这个图示，最好笑的，你卖阁这个神的，你嘛，干你啊！没用去咯，对，要配，还有慢动作 ，slow motion， 白烂的。嗯，阿来无？啊、拜访迄类啊，无拒迄类。几个、啊？冒险者迄类。干！你歹啊你！这种任务做甲完全唔知影到底倒一个是倒一个。大概有100个吧。干就喊咩，最近还有北兰，你用等于说，然后看我都丢下骹无安尼，这个啦，拜访迄类啦，干过来嘞。转职，呀，干你啊！40级的转职呀，还拐着那个小弟来听了，真的吗？一定的啊！还拐一点就烂的，袂歹，这个头是袂歹看，是吗？很智障的，嗯，给你蒙目睭，捂住眼睛啊！不是那个蒙目睭，是蒙掉的，那个蒙，给你蒙，来蒙，来蒙。有啦，哎，听到就迄类啊，哦，转这边，包会啊，包会，不要放弃希望，确认迄类，确认不错，要搁叫你解题啊，这绝对我画的全对，已经拢袂起，我讲15年前就安尼去用虐待，而且我跟你讲15年前的问题可能10条以上，想当年那就靠背。在期中、期末考的时候也是这样子。哎、欸，这就拍拍嘞，这你拿42级来拍，应该一下就要死了。什么？但是你拢无点力量啊？啊，力量无啊？点智力啊？哦，你嘛？是消了水迄落吗？你无应该点智力耶，你迄个当重洗。所以你看，反正这样也是像个废物一样，因为你点智力。智力不是攻击力。无。啊，佫无宠物，啊有俩宠物啊？啊，佫。我袂走到宠物的任务了。我本来捌想讲要甲初心者练到100级。啊！因为较早有一个职业叫做超级初心者。哦。那是电脑版的。不厉害了。哎，这拢免钱包会呢。我讲确实有用。足够的。嘿。你啊，一般来讲10级来遮转职一定爱包会。我料会可能就。有啦，有会料啦。啊啊！我报的
可以 cover 过去料的。Yeah， 我过来了，就迄落。还讲切落，然后去放晒，对。这无遐困难，较早的迄阵仔就困难。用完前的光芒指引你。啊，起落呀！真的吗？可以补血了吗？那就是可以跟随去接，然后去改波血。是啊。然后变成起落，然后就两，因为他是去打各部里。袂歹呢，一个初心者捞遮侪物件。你是讲遮侪物件？遮侪物件，然后拢有练身躯的。完全无干。开始起落。我本来还想骑那只大嘴鸟，结果一只大嘴鸟到。那不是在主任吗？哦，那个有任务的，你不要去解那个任务，你就可以一直骑那次。我们原本想要这样子。你钱就多，两万块我那比爱。啊，你初心者无每日任务对吧？无，怎么能？啊，那就是不爱好你。我不知道，我打看看。哇，没看。这个会当提升你的冒险。啊？这个啥？技能。这块。嗯。你只要去翕王者之相，传送点呢？先来充配点。看到看死啊！啊，无呀，看这个配点，这个啊，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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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想讲，那个有啥绝对是还袂死。对啊。你爱看我？我的心去充配点，出发去冒险吧。时刻保持探索之心，在冒险中要学会重配点各种不同情况。就一路干。你看，全部拢一路。嗯。哦，两百点了。赞了。不愧是四十二级的初心者。嗯、啊。全点名啦。名啦。你要转五升嘛？嗯、啊，我要补血。哪会当补血啊？我要补。好厉害！哦，点满五十八，强啊不，开始强。时刻保持在冒险中，要学会应对各种不同情况。这里爱转。双小。别爱上我，去吧，出发去冒险吧。别爱上我。我的心永远去吧。你当去讨伐，抓开一堆四十级啊，四十级拢怕海底洞穴啊？无吧，我你交易所有咧用？就我迄个装备了不？先终止迄堆。